大家好，红秀。今天呢，我带孩子们来出来采摘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野味。城里人呢花钱买不到，在我们农村啊抢着吃。到底什么东西呢？啊，等一下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认知一下，走吧。就是这一种，大家有没有吃过呢？这边的坑内是吧？来，宝宝，来，我给你拽一只来，你这上面的全部要这些。前两天有个人为了吃春蔓蔓，把树都给砍了。这东西摘的时候小心一点嘛，明年呢还可以再长嘞。这因为是春天特有的东西，好多人叫春蔓蔓，其实呢也叫狗蔓蔓，因为它是狗上长出来的这种花穗，所以说呢又叫狗蔓蔓。但这种东西呢，它吃的时候呢，时间特别短，就管吃了几天，这几天过了之后都老了。大家来看一下，一会儿的功夫呢，已经摘了这么多。这个狗棒棒呢，咱们摘回家之后呢，可以给它摘洗干净。然后呢用热水焯一下呢，可以拿来做饼子、做汤、凉拌着吃，炒食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把它给它炸一下，吃起来是焦香酥脆的，非常的好吃。但这种野味呢，它的采摘时间呢是特别的短，只有这么几天。如果说大家认识也喜欢吃的话呢，赶紧去采摘一些吧。今天的视频呢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妈妈，这一只大呀，快来来来来。好。